那接下来这一位呢，他是不是走放电型的呢？马上来欢迎 Justin 蔡宁轩。Hello，你好，跟现场就是你的朋友打声招呼吧。是，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Justin 蔡宁轩。Justin 有没有这个歌唱比赛的经验呢？是，有很多，对，从一开始唱歌都有在，陆陆续续在比赛。嗯，为什么你这么喜欢唱歌？唱歌其实对我来说就很能释放，就是在一个自己的世界里面，对这样子。所以有时心烦还是什么的时候，就可以就找到一个自己的空间。OK， 他也找到一个情感的释放了。是，所以你今年20岁而已。是。OK， 这20岁唱起一些比较深情的歌，是不是比较困难？还是你其实今年还是你21而已啊？没有，就 OK 了。他21可以这么深情，20岁也就比较少一点。但是他因为他找到自己心中的人，所以我还没有。那你找到了没有？这边也是蛮多的啊。好朋友，好朋友，都是好朋友。OK， 所以今天带来的歌曲是哪一首呢？现在蛮红的歌曲，关喆的《想你的夜》。想你的夜，哦，这个真假音很多的一首歌。关喆《想你的夜》，掌声欢迎 Justin 带来这首歌曲。分手那天，我看着你走，所有承诺化成了句点，独自坐在空荡的房间，爱与痛在我心里纠缠。我们的爱走到了今天，是不是我太自私了一点？如果爱可以重来，我为你放弃一切。知道你心里